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是4月17，葡萄牙朝圣之路的第八天。早上我们把我们的物品拿出来外面整理。今天依旧是天未亮即开始启程。我们即将离开了阿尔沃奇。在教堂旁边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卡米诺路标，必须遵循这个方向往前走。我们即将走一条下坡的土路。这是橄榄树和葡萄园之间一段非常宜人的路段。这绝对是我此趟吃过最好吃的 cheese。 我会把店家资讯放在底下的连结处。Ha!
这条路几乎整排都是橄榄树。老余开始研究起建筑的材质。我现在就祈祷我们住不到房子，住不到那个，住不到对不对？啊！
又是一段上坡路段，走得气喘吁吁的。走到今天的庇护所，这是老板家的游泳池，我们只能住在庇护所。check in 之后跑去吃今天的午餐，还是吃东西可以让人开心一点。今天的午餐真的非常值得推荐。今天就到此结束，我们下集见。